上读凭栏，听中鼓声难传，袅袅娜娜洒入那落霞斑斓，一江春水缓缓流，四野悄无人，唯有淡淡斜过清影。一定话画得好似，或者一定要按照嗰个比例咁样嚟画。咁嚟画咧就可能表现喺呢个外院墙咁。咁你画喺边个地？即系同一系嗰阵冇关系嘅。啊，一定要呢个画面冇明白，我就话你点画都好，就一定要画出一种情趣出嚟，而唔系话一整好工整嗰啲嘢，一定画一种思想出嚟先得嘅。最紧要有趣，或者有咩意义咁先有啲。江楼上读凭栏，听中鼓声难传，袅袅娜娜洒入那落霞江春水缓缓流，福临门，另外在四周写了100个福字。我们新一年的祝福，对于我们祖国的祝福，对于我们人民的祝福，对于献爱心的这些艺术家、企业家们的祝福。嗯，还要给后台展示构图啊，要穿插。大小疏密，所以有点讲究，所以我就，就是动作比较慢一点，而且比较精心一些。这个字呢也要前后左右上下颠倒，组织都非常好，因为这也是按照你们说的吧，这是跨界。而且这也是我们一次尝试。